这条依然是金融街上的，这个牛我相信很多人都见过，非常明显就在路旁边。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对面这个小区啊，对面这个小区，这也叫尖角处射，不是只有塔尖才叫尖角，整个墙体的外立面的那个直角的地方，直劈这个，这叫湖北农商银行啊。所以它整个牛头也是对着这栋建筑，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，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风水的布局。那么我们想，这些企业进行这些风水布局，这么大一头牛，对吧？他首先要花费，要请专业的风水师过来看，而且还要花费大的代价去造价去做这个事儿。如果这个是没有意义的，那他们还做什么呢？